你是怎么给我等的？高总，罗亮根本就没去。我都知道了。孟非，你去那儿干嘛了？莫小姐知道罗亮还没死。这我想得到。他去那儿就想救罗亮。你他妈给我出去！在哪？我不知道。知道了不说是不是？就算是吧。我再问你一遍，罗亮在哪？你不是说你已经把罗亮忘了吗？我从来都没有。也许他已经把我忘了，可是我一天也没有忘记过他。那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直是身在苍蝇心在汉，是吧？是。我欠你什么了？孟非，进来。哎，叫你进去呢。把孟小姐送走。也许他不值得你为他付出那么多。是的，他不值得，但是我想这样，我喜欢。停车。还没到呢。我想下去走走。其实他在想什么我都明白，我这么做一点也不是为了他，
所以他没有必要内疚。以后我再也不会来打扰他了。我能亲一下你的脸吗？Thank you.
为什么这么干？你平时不最恨高景林这种走私的人吗？还用问理由吗？钱。爸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不是我糊涂，是所有的人都挡不住他的进攻。像杜新平这样有原则的人，不是照样被他拖下水了吗？谁要是沾上了他，就甩不掉的。爸，我一直不相信，我也不敢相信，我最敬重的父亲竟然也是一个腐败分子。爸，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难受？你为我想过吗？爸正是为你着想，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撒谎！你要是为我着想，你就不会去腐败，不会去犯罪。畅，知道你爸今年多大了吗？59了，明年我就要退下来了。你爸辛辛苦苦革命几十年，我给你留下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我唯一的女儿，我还要看着她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那一丁点工资，我不甘心的。我想我说什么也得给你留条后路。在外面有一笔钱，一幢房子，我不能这辈子什么都没给你留下呀。我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本来我打算明年一退下来，我就跟你办去加拿大的移民。是爸，杜阿姨被判死刑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是。爸，你让我恶心。我承认，对国家，对于天港来说，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也不是一个好官。可是畅，难道对你来说，我不是你的好爸爸吗？按理说，爸爸真的就是让你那么恶心啊！你说，高总，
苏向全那边有什么情况吗？苏畅搬到海关去住了，看起来他没有举报他父亲的意思。没有女儿举报父亲的，不过苏向全那边一定给我盯死了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清楚。放心吧，我已经交代雷子了。杜新平二审对我们不利的。不是说没什么问题了吗？听说中央纪委要重新调查杜新平案。是谁挑起的？杜新平在牢里并不老实啊。上面来人了？那倒没有，不过不得不防啊。白先生，你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凡是能跟东润国际扯上关系的公司全部停止业务，东润国际的不动产该套现的全部套现，你雷子还有公司的几个副总随时准备出去。王少爷有信吗？还没有。王少爷要是二审出庭的话，那兜出来的事儿咱们全麻烦了，所以他的嘴一定被封住了。王少爷一定在罗亮那儿，抓住了罗亮就抓住了王少爷。那你倒是跟我说说罗亮在哪儿呢？小姐的婚礼要不要取消啊？谁告诉你要取消的？让我高锦麟不痛快，我让他生不如死。你罗亮不是爱着莫菲吗？那我跟莫菲结婚呢，我看你出不出现。也许婚礼那天会是一个大团圆呢。是来向你道歉的。昨天晚上我的心情糟透了，我这一生当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欺骗我。希望你能收下这话，心情会好一点。我不要。今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，开心点。那对母子最后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再跟我们说说好吗？你当妈的到底怎么办呢，杜文娜？是啊，
他向犯罪分子妥协了。什么？妥协了？是的，妥协了。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掉，他向犯罪分子妥协了。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救自己的儿子，可是他错了，他陷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中，他一次一次地受到要挟，最后为了不让国家财产受到损失，他决定和犯罪分子一起同归于尽。在这之前，他先把儿子做掉了。难道他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？是的，只有这样他才能轻装上阵，把犯罪分子绳之于法。那他成功了吗？没有，他没能如愿。其实这个母亲的生命倒无所谓，关键的是他没能让犯罪分子绳之于法，把他们送到该去的地方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家都睡。他现在在哪里？我还是不知道。难道你就不想帮帮这个母亲吗？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他的名誉、地位、生命，还有儿子，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。只有你能帮他，为什么你不帮他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王守业在哪儿，我早就告诉你了。在我被抓的那天晚上，本来王守业是要来找我的，他说他要带我走，可是还没有等到他来，我就已经进来了。王守业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住哪儿。真的，杜馆长，我不是诚心不帮你，如果上庭作证就能解脱你的话，我一定会去的。活了20多年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妈妈。杜馆长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怎么样，抓着罗亮了吗？你要是抓着他了，就不会来见我了。赶快自首吧，还能保条命。杜官，你总是不服输，但是我今天来可不是跟你吵架，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说吧。你能不能劝劝罗亮别再斗了，好不好？何必呢？你杜新平二审，我可以保住你的性命。2年之内保外就医，作为赔偿，我可以给你们母子一大笔钱。条件呢？罗亮撒手，把王守业交给我们。高景林，你也有害怕的一天。你怎么说都行。我很奇怪，杜馆长，我们之间有那么大的仇恨吗？你说对了，
我们之间是没有那么大仇，可是国家跟你有仇，人民和你有仇，你扰乱了国家的经济秩序，你破坏了我们党的形象，政府和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。那我想问你一句，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一点你永远不会理解。可你别忘了，杜馆长，到现在为止，你和我之间有可能死的还是你。对，你知道我跟罗亮是怎么说的吗？就算二审我还是被判成死刑，我们也要把你绳之以法。带我走。麻烦开下门。怎么了？不认识我吗？好，您请。谢谢。给我叫来。雷子，
想看看我穿婚纱的样子吗？看了。这样，待一会儿，我把事情处理完，咱们一块儿去啊。罗飞，我马上就来啊。你好，王小姐。高总，哎，罗亮和王守业出现了啊？哪儿呢？我去把他抓回来。小点声。罗亮，我不想让，把王守业一定给我带回来。去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高总，您先来根烟。好，给我来一根吧。哎，哎，莫小姐出来了。高总，车过来。威的车，哎，高启明知道罗亮了，怎么了？他知道罗亮待在什么地方，让雷子来抓他。后面有车跟着我们。别回头，你中计了。高姐，您是想用你把罗亮引出来？高总，他们好像哪儿也不去，家都圈子。跟着。你得离开东润国际。我不能离开，我得把王守业找出来。他们还以为王守业在你那儿呢。高总，莫小姐好像回别墅了，她谁也没见啊，也没去见罗亮啊。掉头顶上去。是的。你以为我会去通知罗亮？是的。那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没有，我不希望你去通知罗亮，我希望你跟罗亮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本来我跟他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奇怪啊，莫非谁也没见，而罗亮根本就没出现。不，他出现了，方威就是罗亮啊。你今天要出去了？哎，杜馆长，我真是对不住你，可是我真是帮不了你。没关系，这不怪你。我有件事一直都想问你，您儿子他是不是没死？我相信你是没罪的，
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妈妈。谢谢。这是一张我们全家的合影，留个纪念吧。哎，那上面有一个叫苏畅的电话，如果有王守业的消息，请跟他联系。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也不奢望你能原谅我，我只是求你搬回家住吧，这里条件太差了，你要是不愿意跟爸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我搬到市政府住就得了嘛。啊，没必要。那你要爸怎么办嘛？杜新平的案子要开庭二审了，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很大。你为什么要杜阿姨去死呢？不是爸要杜新平去死，是高锦麟要他去死。我不能看着杜阿姨去死。那你就忍心看着爸去死？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方律师，我想知道后天开庭我们有几成把握。哦，五五开吧。我想听实话。不过我们要是找到王守业出庭作证的话，我们的胜算还是有很大把握的。可是离开庭只有两天了，我们上哪儿去找他呢？即便是找到他，他能不能出庭作证，这也是个问题啊。方律师，我知道你尽力了，谢谢。
燕子，你出来了，没带警察来吧？少啰嗦，上车说吧。哎，这警车我看还是别坐的好，杜馆长已经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了，是他让我来找你。这是杜馆长一家人的照片，后面有你的电话号码，你自己看。杜馆长让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有王守业的消息。王守业他在哪儿？